刮胡子才需要。哎，刮胡子才需要啊！啊，这好，宝宝这是光的。好，现在要渡小婴灵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好，给他先，你看有棒棒糖，有棒棒糖，小便当，好，都要这么细心，好，还有小蛋糕，蛋糕，让他把它集中过来，嗯，把都集中过来，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面包、蛋糕，嗯，渡婴灵，小婴。小婴儿啊，小孩子啊，小孩子，你看好像刚刚我们船有双船，刚才已经送了，哦，送刚才五个莲花，哦，这是五方船，现在有五个莲花，五个船，五方船，五个船，五方船，把他们送回天池，天庭修行，天庭修行养性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走，来，宝贝们。庄严来，莲花莲花朵朵开，莲花莲花朵朵开，晚年晚年该主宰，晚年晚年开始宰，庄华庄华离苦海，庄华庄华离苦海，阿弥陀佛庄严来，阿弥陀佛庄严来，莲花莲花朵朵开，莲花莲花朵朵开，万年万年该自在，万年万年开自在，庄华庄华离苦海，庄华庄华离苦海，阿弥陀佛庄严来，阿弥陀佛庄严来，好，静静请佛光普照，万佛归宗，现出佛光普照，对对，佛光普照，万佛归宗，三束金光佛光普照，小心你的手，给他再度小婴灵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佛光普照，南无主归正，当愿众生通力大众，一切无碍何难胜众。
命运无变真未来，天下为公自未晚，南海的照应是中间，各缘各脑开缘台，千秋庙道上界，腰提金庙道化界，莲花绿绿道上界，出行普渡五方台，五方尊上见如来，莲花助力五方开，金华调起红莲台，百花结冠庆国台，白祖堂坐化莲花尊上，回天高祭庆国台。这佛光不一直普照到现在哦，还在普照哦。对。所以，因为我身上有佛光，一直度带上去。为什么称称？因为我身上它有佛光，七彩佛光，法轮充转，万佛归宗，万佛佛一。墙啊，不用大台的啦，莲花不用很多啊，好，普渡船也不用很大啦。说啊，功力强不需要大，一样做得很好。春天老牛爬上来，做水晶石就门开，水环交替红花开，开始红红布一盖，藤枝地亮开元旦，花头献子变高台，花花世子抱一袋，福源天赐降妙哉，天盆雕果是放开，天枝地亮开元旦，欢迎各国修行开。啊，这个是虎眼啦，嗯，这不贵啊，做很多哎、欸，虎眼。跟你讲吧，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很多啦，知道吗？我什么东西都很多，我水桶里有人工设立，去捞那个人工可以存用，人工设立在水桶里面，人工设有一颗圆圆的白白的在桶子里面，桶子里面，里面的桶子，里面的桶子人工设立是人工设立。